我们昨天已经回应了关于口罩如何选择，能否重复使用。当然也有网友问，就一次性口罩用完，就是能不能用医用酒精喷洒，进行消毒，再重复使用。当然，这个口罩的问题，就是普通居民在风险比较小的地方，使用一次性口罩，在保证这个口罩清洁、结构完整，尤其是内层就是不受污染的情况下，是可以重复使用的。每次使用之后都应该放在就是房间比较洁净、干燥通风的地方。另外喷洒消毒剂就是包括医用酒精，会使防护效率降低，所以不宜采用这种防酒精喷洒的方式去给口罩消毒。